并且我们今天的艾社长都给我们的豪哥，他特别鼓励我们所有的圣人至少种一棵树。我们种一棵不嫌少，种一百棵不嫌多。我们希望留给我们子子孙孙一个有序经营的环境，特别是我们陈馆长特别提供给我们说，我们要种的树太多了，我希望我们的海科馆全部是我们六个总三三八一所种的树，大家一个好不好啊？那最后我们祝福我们本次我们的活动我们树立成功，各位摄影跟来宾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谢谢大家。谢谢你，谢谢你们在今天的时间，同时也邀请我们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馆长陈馆长上台来为我们说几句话，有请。首先谢谢我们很漂亮的主持人啊，今天。